当然在演唱会里面呢，我也会给大家呈现一些我过去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不过我更期待的就是跟新晋歌手的合作。几年下来，大家对新谣的这个集体的回忆跟认同已经非常的巩固了。像这一次，我觉得结合起飞这个电视剧，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让我们的全国的电视观众，包括错过了八零年代的新谣的年轻的观众呢，也好好的欣赏这些我觉得还是值得回味跟还有重新出发的意义的新谣歌曲。非常荣幸有机会参与这次的演唱会，然后跟不管是什么年代，我觉得这些歌曲都是陪伴我们长大，是重新出发的音乐。新谣给我的感觉就是情怀，大家都能够听到我们要的感觉，就是它勾起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回忆。